你干嘛？在剥蛋啊。剥蛋？剥蛋那切切切切就有用了吗？这是网络上最红、大家都知道的剥蛋法，我很早就在用了。什么剥蛋法？就是两边把它敲破，然后把蛋吹出来。两边敲破，把蛋吹出来，蛋糕干啊！我你敲敲两边都，我就已经打好一颗蛋嘞，剥好，往干干净净的。要不要来比比看啦、啊？好啊、哦，好啊，对，先放着，放着。哦，哎，你喊开始。好了没？开始。好像差不了太多啊。赢了。哪有？我觉得我这颗很漂亮，然后没有差太多。来比较一下。你看，你看，有蛋壳。啊、这蛋壳轻轻滑掉了。失败。所以说。啊。这个方法未必会会掉蛋壳、啊，我比较完整。没有啊，我这就不行。好像差不多。对啊，所以技巧是在说，第一个打蛋那个破裂程度比较重要。速度因人而异。嗯。烦死。